是刀卡，有人是刀笔，团结支持我来团圆。有人无计较，有人在奋斗，互相体谅缘分才会到。有时起大风，有时落大雨，坎坷一条人生的路，你免惊孤单，你免惊无伴，大大细细爱用心来听。人情是阮的传家之宝，管命运安怎花苦，煞有风霜后面有春雨。春兰，春兰。春兰，先去睡好不好？这囡仔来吃苦子。我到底是啥玩意？孙兰啊，你还袂写完哦。总算下完了。
在家啦。妈帮你写完啊，你看过瘾吼。妈，你哪会这么厉害？啊，这的字你拢会好写？嗯，啊，袂晓写的，我着教你写哦，不然你画啊，有成哦。哦。什么？好啦，你赶紧睡，不然睡眠不够，妈来收就好。妈，晚安。嗯，赶紧睡。人生的路搁落落长，我若着即摆着遮尼着急去读补校，好好陪伴佮支持囡仔读册，才是上重要的。要读嘛会当等囡仔大汉以后，才佮新花做伙去。切菜电脑拢嘛飞出去，啊，若是讲变形哦，啊，你都好换啦。有啦，我有考虑啊。来来来，收音啊！哎呦，妈妈抱，妈妈抱，大汉啦，哈，来。哎呦，阿家你一个人哦？哦，新欢啊，伊去学校运动会啊。哦。我就想讲，把菜处理你的，才袂想对无用。嘛是吼。来，收音乖啊。来啊！啊，对啦，我过两天吼要回去宜兰看阿爸，你要做伙去无？想山吼买一块新的菜店。哦，看阿爸当然嘛好啊，啊，不过讲唔少特别去宜兰买菜店。嗯，你袂记哩啊？咱宜兰街啊有一间店，伊卖菜店最有名呀。哦，敢那有啦。我想讲吼，迄料真好啊，而且台北搁买无。大嫂讲找有吼，嘛足贵的呢。你逐工哦买菜也伫做菜，虽然买一块较新的、较好的哦。安尼讲嘛对啦。这里吼。这位啦。啊。来，你再来对。啊，好啊。哎呦，你菜店卖无的啦，我放面顶。好，好啊，来。好，坐坐坐。好，安尼好势啊。
醒过来了，是吓死我了。你先别乱动哎，你的头受伤了。是没有。哎呀，阿姬嘞！哎呀，你放心啊，姬啊，回去家里头阿帮我们照顾孩子啦。你啊，你的头啊，被砧板打到了，肿了好大一块。啊，今晚不玩了，来等。哎，不行啊，要医生来检查完才能回家啊！你头受伤啊，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哎。我的。跟我阿姊去买菜店啊，啊，然后就去坐火车，啊，我得困去啊，我嘛不知是安怎呢。姊阿说啊，那个火车啊摇晃的太厉害了，所以那个行李架上的那个砧板啊就掉下来撞到你的头嘛。你精神啊，想倒来啦。我帮你扭一下。今嘛感觉安怎？无安怎，就头晕晕啊，应该无啥物代志啊。做下检查才会知影。啊，检查完就会当转去啊。这毋是我会当决定的，爱看医生安怎讲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，这遐一直弹，足大声的。可能是耳鸣，等下做伙检查。谢谢你啊！你再躺着休息一下子好了，等医生来检查。嗯。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忙到那么晚哦。哎呦，你莫安尼讲啦！你愈讲吼，我心内愈艰苦。那不是为着要买迄块菜店，哎呦，回头嘛得讲想想啊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个样子想哎，这个事情不怪你。是讲吼，谁那医生无叫伊带伊加带两天啊？好好观察一下啦。余伟的个性啊，你晓得噶？他能走能动啊，照了片子，他脑子里头啊没什么问题，他哪里肯住医院啊？啊，不是讲耳孔一直弹一直弹哈？哦，医生说啊，那个是暂时性的。他说回去休息以后啊，如果还有状况啊，再回去医院检查。哦，安尼好啦，无我先来等啊哈。哎，我送你啊。唔免啦，你花保养费啦，我下下叫车就好啊。好。啊，对啦，你爱提醒伊哦，较注意身体，即阵嘛唔通伤忝。我晓得。好，好好休困啦哈。你路上小心啊！好，你起来了哈。好。玲珑唔免烦恼啊，妈妈只是予菜店讲着头，无严重啊。不过阿姨讲，妈妈予拍着的时阵着昏倒啊。哦，啊，着一领尔。我去病院的时阵就请啊。妈，爸爸讲这几天了加休困，啊你放心，我甲春娇会帮秀英洗身躯。好啊，无秀英就交互你啊。嗯。妈妈哦。有恁五个这么好的囡仔，实在足欢喜的。春兰、春娇、丽萍，还有秀英，恁四个就亲像大咖。啊，建明你吼，我安怎？你就是道明。恁五个做伙，才是一张完整的桌啊。桌仔脚徛好在，桌面底好稳，安尼哦，桌仔才会当徛好势。所以啊，你以后大汉，
嘛爱亲像大脚，啊，搁有桌面同款，互相支持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成就，知影无？知。等一下，小姐哦，小姐，快等明仔日来呢。哦，谁来啊？快坐哦，叶明啊，还有两个等明仔较紧的哦。哦 ，OK。哎，三名要听。哦，好，你先坐啊。哎，先坐啊，先坐。哎，来。哎，我要外带啊。你好，好。三碗豆浆，三份烧饼油条。好好好，来，导令，导令哈。梁山伯与辛酉伐，银海放啊。哦，恁个查囝有够好唱歌啦，会当吼帮伊报名歌唱比赛哦。哎呀，小孩子哎，唱好玩的、啊。他们看了电影啊，很喜欢啊，就跟着那个收音机啊，跟着瞎子唱。哦，迄嘛爱有天分。好啊啦，卖阁唱啊，我要无够，紧说。哈，阮哪等哪听吼，嘛真趣味呢。他们让无人去等啊，紧诶，紧说啊。好啦。你囡仔有真捌代志，放假过来给斗三工哦。啊，就休困哩啊，脚手无够，伊无来斗三工嘛袂用的。迄嘛爱叫伊叮当。应算是听话啦。来，茶啊，茶好啊，茶好。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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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了。为我的小弟报仇！彪棒，看我大炮厉害！天明啊，还在玩啊？要出发给董香辉了。我可不可以不要去？不想去啊？我想自己在家。哦，可是妈妈他们要在阿姨家吃完晚饭才回来哦。你晚上肚子饿了怎么办啊？楼下有烧饼和馒头，我会自己吃。好好好好好，那你啊，晚上要出去啊，你要记得锁门啊。好，我知道。那你一个人在家要小心啊，爸爸出去啦。嗯。
砰砰，雅琛如萍的全集都在这个书架上，不过只剩下这一套哎，你要买第几集啊？第十八集《幻影杀手》。数学有袂晓的，你就去问阿姑。伊的学生遐尔啊多，一定会当甲你教。嗯，我知。啊，等要考试的时阵，你咪会当像表哈安尼啊，去阿姑因家住，啊，伊会当替你复习。好啦，到时阵再搁讲啊。满天星加连成，黄帝提的诗，皇后绣的缝，你解释当成真。欺君罪。帅丽萍，你们这样子唱喉咙都不会痛啊？不会啊。难怪阿姨叫妈妈帮你们报名参加比赛，等真的上了台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唱。谁说一定要比赛才能唱歌的、啊？我们就是简单唱啊，不行啊？对啊。满天星加连成，皇帝提的诗，皇后绣的缝。但卡在些辛苦，卡在休困呢。哎，爸爸证明阿伯回来，无得卡因在楼顶啊。我看是阿伯啦，恁爸爸昨下去同乡会食饭了，拢会讲一句。好，先去你啊。嗯嗯，来，乖。我袂回来啊！哦，应该要回来啊啦！你先把册包收收的，看看我们功课无写完，家己的检查了嘛，替丽萍甲秀丽检查一下。嗯，好。妈，我这有一张英文考卷要等囡仔。好、哦。我看来考得安怎？96分。哦，这厉害啊！应该伫遐啦，给你摕。我回来啦！爸，
你们回来好久了。我们刚洗好澡了。啊，对啊。是啊，哎，今天啊，我们菜交多了啊，好几个菜啊没有吃。啊，我跟几个老乡啊分了哈子粉带回来啊，我可以热给你们吃。哎呦，没啦，我底下几下嘛吃就饱哎，阿伯先放冰箱哈。好好好，那我先冰起来。哎、欸、啊建明嘞，建明，你不是带伊去通宵会，哪会你一人等阿姨人嘞？他没跟我去啊，他说他想一个人留在家里头。什么？他不在家？无啊，我等来时阵就无看到伊安嘞。哎、欸，他去哪块了？啊，今麦拢几点嘛？就算伊出去佚佗，今麦应该回来啊。哎，建明，敢袂去厝边遐耍啊？春兰啊，你留在家里头啊，照顾弟弟妹妹，爸爸妈妈去找建明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我们啊，先去邻居家坐看看。嗯。建明真是的，美少不合群，爱乱跑。如果哥真的被坏人抓走了？那要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要乱说了。嘿，啊，今麦店拢关门啊，建明到底会走去对哈？哎呀，不在邻居家里头。哎呀，这个街上也没得，会去哪块了？啊，还是伊走去公园啊？有可能啊，来走。建明啊，建明，建明啊，建明啊，哎，我去那个打球的地方看一下啊，你在这块走啊，等一下子回来这里碰头。好，建明，哎，拍谁拍谁，两位抢唔起吼，都才刚看到一个十步囡仔，差不多这么高，无呢。哦，多谢啊，来啊，建明，建明啊，哎，哎，刚才是走去对啊。我看啊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啊，说不定啊，建明已经到家了。要是再没得啊，我再报警好了。好了。走吧。爸妈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你想睡了？那你就先去睡啊，我叫丽萍陪你好吧。我不要，我要等爸妈回来。我也不要睡。现在想睡也睡不着啊。建明真是不知道跑去哪，叫他跟我们去阿姨家，他不去；爸爸要带他去同乡会，他也不要。他又不爱去找同学，每天就喜欢一个人，不是跑去逛书店，就是自己跟自己玩，好奇怪哦。就是啊，现在他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害大家那么担心。你干嘛啊？爸爸妈妈要出去找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建明啊！啊，你竟然在这睡，爸妈拢找无人呢。建明啊，吃多一点。这个啊，是老爸老家正宗的扬州菜。哎，
搁有一项。啊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叫色彩白衣。好吃哎、欸！哦，对哦。你巴肚枵吼？巴肚枵哪会不爱先吃一罐物件就去睏？你敢知爸妈找无人，才这么暴脾？我就早去找店看找啊。好听啦，就想我等去房间睏一下，无想到一睏就袂记起来啊！啊，我顿下有吃一个小饼。一个小饼哪会饱啊？我来讲，你也袂当讲安尼啊，知影无？好了，这边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好啦，马上去，你跟小姐，你用我第四。好，我知影。喜欢吃啊，多吃一点。嗯。建明啊，你这么喜欢读书啊，以后啊要认真读书，晓得噶？至少啊，读到大学，啊，回扬州啊就可以当县长，到时候啊，什么好吃的扬州菜你都吃得到了。真的会回去扬州吗？什么时候？这个啊，爸爸现在也不晓得了。啊，你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啊。走到要你要等啊，怎么办？我走不回去了。林少爷，你别惊啦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无鬼。爸爸讲，我会惊，拢是因为家己吓惊家己啦。而且就算真正有鬼，嘛袂乌白甲人吓去啊。对，爸爸说过，只有人才会吓人害人。不要怕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在做噩梦，他一直说有人在追他。秀英会不会真的在厕所里面看到鬼？真的吗？你不要吓我了。
叫你不要讲那个，你还一直讲，要不然要怎么说嘛？好啊啦，恁几个安尼一直讲话，声音这么侪，等下秀英搁做恶梦啊！若是无要搁困，得去送娃娃的，准备去学校啊，紧。好。这碗汤啊，端上去给秀英吃。爸爸要过路子。嗯，好。秀英，秀英，你看下恁爸爸的神仙汤好不？秀英，是啊，秀英，是你帮爸爸最拿手的快速蛋花汤，取名叫神仙汤的。你赶快起来喝，喝完就什么都不怕了，好不好？秀英啊。你替我摕，家化起来好啊！来，这样，来，秀英来，安坐起好。秀英啊，秀英你起来好不？你有闻到这香的味不？啊，爸爸特别煮的神仙汤啊！秀英啊，秀英，秀英啊，你清醒了呢？你家吃啊？你去吃神仙汤啊！啊，来，秀英来，哎，嗯，啊，乖啊，乖，过去睡，过林去睡啊！来，秀英，过去睡哦。那也不爱林吗？妈妈，因为啥物要甲我要？袂用的，我看要找秀英去相见。秀英睡着啦，阿婆一定敢困，困醒哦，佮一直哭，阿婆就是做噩梦，我真正无法度，才出来去收惊的。没事情就好啦，秀英都睡着啦，你休息一下子啊。免啦，啊你唔是要困倒啊？你先困吼，我甲无用完器材收收的。你先别忙。有个事情啊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子。嗯，什么代志啊？这次啊，秀英啊，吓得这个样子，我就想啊，哎呀，把我们买房子的计划啊，稍微提前一点，越早搬走越好啊。好早哦，啊，不过这行李就好了呢。我的意思啊，是我们的租家先搬走，这个店呢还是留在这块，生意照做。嗯，啊，你们都要两边走？那是没得关系嘛。我们房子找到了啊，孩子呢可以先搬过去，啊，我们呢就先两边租。你想想看啊，这次啊，要不是为了半夜啊上这个公共厕所，秀英啊不会吓得这个样子嘛。
要是啊，我们啊有自家的厕所，就不有这个问题了。嗯，嘛是啦，啊囡仔会愈来愈大汉，嘛无可能一直困伫遮。就是啊，不过这个买房子是大事，不能随便。以后啊，我只要有空啊，我就会去找房子，我去看房子。好啦，你紧困啦，我先去忙。小英啊，爸爸不好啊，让你吓得这个样子。爸爸跟你保证，下次啊，我们搬家，一定找一个有自家的浴室和自家的厕所的房子，不用再去公厕了，好不好啊？你那个婚事谈的怎么样啊？别说着说着又没得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一次啊我跑不掉了，过年前一定结。你说个 啊，我跟小薇说好了，你这是在晃牛啊，到时候你真的结婚啊，我们就不包你了，哈，当作不晓得。哎呦，哎，是说新发呀，我结婚后啊就搬离台北了，你这里就没办法来帮忙喽。哎呀，你这个事情啊，你千万不要考虑啊，晓得个？你走了，我再找人啊，很容易啊。我是真心啊，想要看到你早点成家啊。你一天不成家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哎呦，现在轮到你来跟我讲道理了啊！想当年呐、啊，你思念家乡的时候啊，啊。老哥，啊，照顾我看诶，新片哦，准备要搬啊，我来外海报啦。哦哦哦，你自个来，自个来。谢谢谢谢。老哥你好，拍摄叫了，我来换一下海报。好好好，来，请好你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搁有新的电影哦。有哦，照好看诶。讲真正哦，你这间店哦，生意这尔好，海报哦，搭伫你店内底哦，效果特别好。啊，多谢啊。即我家己煮的冬瓜茶，请你啉嘛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我放正好啊。何经理，这组片吼真好看诶，啊，你是毋通错过这个机会啊？哎，还是讲阮开店阮足无闲诶，嘛无一定通看电影。无闲，无闲嘛是爱休困啊。头家你讲是毋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何经理，这是电影票，公司招待。哦。啊，有闲吼，要带恁囝去看电影。哎呦，遮尼好，多谢你啦。袂啦，小可代志啦。啊，我讲去别个所在吼，大海报，无我先来走。哦，辛苦啦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老板再见，老板再见。哎，当归的，当归的，再见嘛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老板再见啊。好。哎，这部片子啊，我都想看了。哦，那正好哎，这次带那个蠢兰他们去看电影的任务啊，就交给你啦。哦。对吼、哦，这款飞来飞去、拍来拍去哦，我较袂。那你去，你去。哦，没问题啊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哎。今天的电影好好看、哦。对啊，爸爸妈妈没有去看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青山倒流，建明小心一点啦，等一下跌倒怎么办？就凉拌炒鸡蛋，屁股切一半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哎呀，没关系啊。他常常这样子对着空气自己玩啊！人家呀，只有建明一个男生，平常没人跟他玩，当然是可以自己玩啊。建明在干嘛？不知道。龙
困困欠欠，辛辛苦苦赚的钱全安尼无去。你讲，阮是要安怎生活？我想袂到啊，嘛希望无这种代志发生。我嘛是受害者啊！你受害？敢讲阮这人就应该？为了是你招来回啊啦！既然回头走啊，你就爱负责任。对，你要负责。没错，你不提出解决办法，今天别想走。为了是你招来回啊啦！既然回头走啊，你就爱负责任。大人啊，逼到这境也是不对的。我知影啊，不过你怎办呢？你为月桥回来，唔定安尼一直做一直做，你是不是伫咧烦恼？你厝内底遐尼久拢无寄批来，你惊讲有发生什么代志？努力抓着，不放手又如何？